好吃啊，这个猪猪啊！你看我有一口都出来了。歪歪解释。眼肉类似。看来就是他吃的一个。长个脸嘛。看来就是他吃的一个，买走这一个。就是吧，猪猪，就是吧，小白是不是小白大姨妈？常买常卖。为什么要弄两个等待的地方？那个口罩就下来了。为什么要弄两个等待的地方？为什么吗？我知道了，逆流。要准备起飞了。
我是小黄人回来了，黄人来了，妹妹。要不你来吧，妹妹。小黄人回来了。我上格兰芬多学院，我是勇敢的代表。罗恩的车。就这个，30秒，就吓人。30秒，他排了一个小时。这跟你们今天玩那个大的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，贼简单。没动弹。不是，因为你们玩那个大的拉不了。懒得叫了都，就叫小菜一碟。哎，我倒是大叫一声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你玩了那个大的，再玩这个真的不行。啥吃？拿捏了。还有运气，你排了多久？我就是刚开始想去哪。我排了40多分钟吧。六个，跟着一个坐，四个人，那就42呗。行，好的。哇，原来这么近，我走老久了。到了那个猪的地方，我就再不用再睁眼了。好多蜘蛛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有大蜘蛛，我这一直闭眼，我看我就是闭着眼。我不知道后面睁了一个眼，我还有鬼，然后我就闭上了。还有那个恐龙真的喷气，不行。这个真的晕。我基本上就是没睁眼。喝那个什么吗？老多人了。
相反，很害怕他传到现场。但是莫名真的很像，他害怕他真的传出来。激动过后，回到家。我可以填补我激动的心情。